哎，各位读物，大家好，小五哥啦，霹雳兵锋拳的剧情是越来越精彩，这个故事啊，环环相扣，精彩好看，而且啊，起伏很大，哎呦，真的是要抓紧安全带，相信各位观众都非常的期待后面的发展，我们赶快来请教邱大刚，哎，后面剧情发展如何呢？因为要收档，所以档是越来越精彩的，就请接下来后面大家一定要继续买片子支持我们霹雳兵锋拳这样。哦，哎，那请问一下，荒地为什么那么激烈？真的吗？但是后面好像还可以更机车一点。哈，神秘。哎呦，阿尼各位导游，我就要来看看荒地是怎么骑机车的啊、哦！本周哈、哦、2月4号，千万不要错过，锁定霹雳布袋戏 YouTube 频道8点霹雳下，耶、yeah! ！